欢迎回到贝利叔的频道。今天的居家运动目标是十分钟的核心以及腹部训练。核心肌群呢，就是围绕在我们的脊柱、腰背、臀部以及骨盆附近的肌肉，当然包含我们的腹肌。那今年夏天跟着我一起炫腹吧！在影片开始之前，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顺便follow我的 IG。Let's get ready！ 今天总共有13种动作。每组30到40秒，中间休息10到15秒。今天会需要一条迷你弹力带，如果没有也一样可以进行训练。先把弹力带套在双脚上，躺在瑜伽垫上，确保下腰被贴地后，抬起肩胛骨，让腹肌向前挤压，整个腹肌保持紧张感，双脚屈膝，脚板紧绷，轮流拉开弹力带，就像在骑脚踏车一样，持续40秒，配合正常呼吸哦。再来保持弹力带的位置不变，双腿向前伸展悬空，双手可以轻轻抱头卷腹，同时右脚屈膝拉开弹力带，再重复动作，注意双手只是轻轻抱头，不要搬动头部，以免颈部酸痛。But I know my worth, you can't take that away, away from me. And I know you think you're still gonna take advantage, but it hasn't worked out like you fucking planned. 同样的动作，我们换左脚屈膝拉开弹力带，同时卷腹。再来把弹力带套在脚踝上，用手肘撑起上身，双腿向前伸直，你可以自行调整脚的高度，离地面越低越需要腹肌的力量，也会越困难，并连续的拉开弹力带。接着躺回瑜伽垫，双手放置臀部下方，双腿一样向前伸展，现在左右左右的拉开弹力带，就像剪刀一样的摆动。再来把弹力带拉至小腿之间，抬起双脚，紧绷整个腹部，并连续的拉开弹力带。
下一个动作也是类似的，连续用脚拉开弹力带，同时双腿上下升降，动作可以放慢，专注在腹部的力量。加油加油，今天的训练也完成一半咯。现在将弹力带拉到大腿之间，双脚抬起，卷起腹部，同时张开双脚，拉开弹力带。保持弹力带在大腿之间，现在利用弹力带的阻力来做脚踏车卷腹。注意，我们要拉开弹力带哦，这样更可以刺激到腹肌。现在把弹力带拉回至脚上，反向撑体，确保双手在肩膀的正下方后，双脚向前延伸，抬起臀部置于肩膀，脚踝连成一直线后，双腿轮流屈膝抬起，拉开弹力带，注意要避免臀部过度的下沉。再来，马上转身，面朝下，直手高棒式登山者。当屈膝拉开弹力带时，你的腹肌会极端的感到紧绷一下，就是要这种感觉，别放弃。好，倒数第二个动作，弹力带的位置不变，现在改成手肘撑体，并连续的左右边拉开弹力带。我知道你应该现在爆汗了，但是加油。为了避免动作来不及，先提醒一下，等会要将弹力带拉至大腿之间哦。
今天最后一个动作，弹力带拉到大腿上，呈熊趴式，确保膝盖在骨盆的正下方。抬起膝盖后，背部保持平坦，再连续的拉开弹力带。恭喜你完成了运动，希望你喜欢今天有趣的弹力带腹部训练，请帮我按个赞加留言，那我们下个运动见吧，拜拜。